再次收看胡夫奇社的变形金刚分享时间，这是我们第180期的节目。今天和各位分享一个比较新的玩具，它是变形金刚30周年的一个系列产品 IDW 的 Rhinos， 也就是犀牛。这个犀牛呢，它的包装盒呢承袭着之前闪电呢或者是百丈跳的一个风格，它是一个以一个 Fall of Cybertron 为基础，后面是红色有格子的这种风格呢作为一个包装系列。一样啊，这个人物的插图呢是露在这边，而且呢它是横跨这一边呢跟这边那个插图，所以呢你有时候你要斜一个角度呢才能够看到人物的一个完整的一个样子。犀牛这个角色呢是 BW 系列里头的，如果说各位 BW 小朋友们 BW 你没看过的话呢，那个 Rhino 这个角色犀牛呢，它大概就是领袖之政里头的这个衣冠呢，差不多这个地位差不多就是这个样子的一个人物，非常粗犷很剽悍的一个角色，但其实它就是一个专做后勤工作的人物。好，那这里呢有一个这个标志呢是属于一个强大兽吧，这个就类似于是博派标志的一个 mark， 这是正义一方的一个标志啊。那这里呢一样是有一个这个强大兽的一个标志，大陆的变形金刚迷友好像翻译为巨无霸的这个种族吧。然后呢背面呢一样是有人形呢跟这个，当然它是变形动物啊，是一个犀牛，那就载具形态当然就是一个犀牛的样子。然后底部的话呢它有一个广告，这是一个蓝色的一个 Blitzwing， 就是异色版的闪电嘛，好像叫做霸王嘛，还是什么角色。这附提的就是说在这一次的这个配箱里头，这个 Voyager Class 的四个玩具一箱四个里头呢，这个犀牛呢有两只哦，然后呢有一只是这一只异色版的闪电，而最后一只呢就是 Samstone 沙暴。沙暴还是很少啊，所以目前想买沙暴的人呢还是这一集怎么会提到沙暴，大家现在应该是比较迫不及待的会想知道这个犀牛的玩具是怎么样。那现在呢就来和各位做一个最快速的分享。这个犀牛的人形呢基本上呢，如果你看过之前旧版的 BW 的玩具的话呢，一定会为他这一次的新的人形的这种身体比例呢感到惊艳不已啊。的确这一次的人物的造型来讲是非常高度还原到 BW 的动画片里头的一个样子，不再是像之前旧版的玩具一样那么样的一个矮小，整个被压缩过后的感觉哦。那这一次的玩具的体型呢也是非常够分量的。首先呢如果把它跟一个汽水罐来做一个高度的对比呢，就会发现它比汽水罐来讲要高出相当多，这个标准的一个 Voyager Class 的玩具哦。那么呢之前呢也跟上一集呢跟各位来分享过了，这个 BW 的这个金属变体金刚王两个人摆在一起的话呢，会发现身高其实是差不多，不过呢要跟以前的 BW 系列的玩具来比分量的话呢，它的重量呢当然是要明显轻得多。那至于这两个人的在动画片里头的比例是不是这样子呢，我就不是很清楚，因为这个 BW 的话我只看过第一季的前几集啊，那个时候的这个金刚王还没有变成金属变体，所以我就不是很清楚啊。但是呢不管怎么样啊，这一次的玩具来讲30周年系列的玩具来说呢，在这个诚意度上来讲呢还是比较够。首先呢光是这个涂装的部分呢就给人感觉非常有回复到官方以前应该有的一个水准了。首先呢它的这个身上的部分呢主要是这种犀牛皮的这个颜色的部分呢，它呢主要有两个材料，这个地方这种比较硬的地方是一个材料，还有呢就是后面呢有这个比较软胶件的这个地方，这种颜色的话用了两种材料，当然耳朵也是软胶的哦。那另外呢就是这个绿色的部分，这个绿色的一点都不会让人觉得恶心的绿色，不知道为什么看上去这么样的舒服的一种绿哦。那其他的部分呢就是多半是属于一个涂装的部分了，像这些金色的部分呢都是在这种咖啡的这种犀牛皮色上面呢做一些涂装，包括白色的牙齿的部分也都是属于在另外涂装，而不是另外白色的零件都不是，脸上这些金色的部分呢也都是另外在涂装上去的。那翻到背后来看呢会看到一个非常大的一个犀牛的头啊，这个呢并不是说它的这个设计上有偷懒而怎么样，它的这个人物的造型呢本来就是，对，刚刚这里呢有跟各位看过了，它这里呢本来上面背后就真的是有一个犀牛头在这里哦，所以说这个呢并不是偷工减料的关系，也不是设计上的一个不良，而是呢还原到这个可能它本来这个不管是漫画也好还是这个动画片里头呢，它大概就是后面就是一个犀牛头吧。那这个玩具呢整个刚给各位环思一圈哦，基本上呢完成度很高，但是呢它有一个非常致命的一个缺点哦，这个缺点呢是可能各位在照片上面或者是在影片上面看不出来的，那就是它的站立性来讲非常非常的差。首先呢第一后面呢有很沉重的这个犀牛的头在这里，这个是一目了然了。后面的话呢可以看到呢后面它的这个整个重心这样下来的话呢
前面的脚掌呢凸了一块，但是后面就一点点一点一咪咪哦，基本上都承受不住后面这么重的一个重量，所以你基本上摆放的时候呢，人物呢基本上头的话要往前面轻一点，把重心呢往前面放一点，它能够站得稳。这还不要紧，更要命的呢是它的这个下半身的关节呢设计上非常的松，膝盖很松呢，我个人呢可以理解为是产线的这个最后的生产过程的时候呢出了一点小瑕疵。但是呢更要命的一个地方呢，就是这个两腿中间这个关节呢，它是最要命的哦，非常非常要命的一个设计，整个非常的松，很容易就往后面倒。我们可以给后面各位看一下后面这里哦，各位应该这样子也就已经能够看得清楚了，它后面整个后面这个腿这个地方是开放式的，也就是说哦，如果我把这个腿呢往后面这个方向一扯的话呢，基本上应该是可以把腿整个把它给勾出来的，所以它这个地方呢没有任何的一个就是像有一些比方说这种危急以前的玩具是这样子，它是有一点齿轮的那种感觉在这里头啊，但是呢在这一个犀牛的身上呢是完全没有，而且后面是整个大开哦。这个呢这个就是说你把它屁股抬起来，你就会发现它后面这个洞呢会越来越松，对不对？你就是非常不幸的，这个后面这个洞真的会越来越松，所以随着把玩的经过呢，它这个开口呢会越来越大，到时候呢一定只会越来越松吧，除非你做一些其他的改善方式，不然的话呢这个犀牛的这个人物呢会很容易的往后倒呢，这个是已经是成为一个它一个非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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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严重扣分的一个地方，它还不是一个产线的最后生产的问题，而是整个在设计上的时候呢开成这样的就是一个错误的一个设计了。紧接着呢来和各位来做一些细部的一些展示啊。首先呢头部的话呢做的真的是炯炯有神哦，完全百分之几乎是 99% 的重现到 BW 里头犀牛的一个样子哦，刚毅啊，然后一副非常惊悍的一个眼神哦。这个眼睛的红色是涂装而不是透明件的，可以翻到后面来看呢，后面并没有任何的一个透明件，所以呢眼睛呢是不透光的，然后呢头顶上呢左右两边呢都有强大兽的一个 mark 在这里，两边都有，不过这好像动画片里头好像他头上没有两个这个符号吧，印象中是没有了啊、哦。然后呢这个金色的这个部分呢有像胡子一样这种感觉，金色的这个涂装让他整个人物看起来更赞，真的是帅气刚毅啊。这个 IDW 的这个30周年这个 IDW 的这个 Voyage Class 的，不管是不管是闪电的或者是白张跳、啊、基本上都是有做出人脸的、哦、那这个犀牛也是一样有人脸，那我不知道呢它是因为30周年的这个系列都必须做出人脸呢，还是说呢它为了重现，就是比方说我上一集有跟各位提到过这个 BW 系列里头的这个玩具的话都很强调人物的表情的一个真实度啊，那他是不是至于他是重视哪个精神呢，就或许两者兼具吧啊。然后胸口的话有非常漂亮金色的涂装，然后呢这个是算是犀牛牙齿的一个刻画，做得非常非常精美，很漂亮，胸口呢立体感当然非常非常强烈了，配色整个样非常非常协调。然后提到腰部的话呢，腰部呢是可以转的，这一点是非常难能可贵，腰部是可以转，然后至于这一片哦，基本上呢如果你把上半身这个地方整个压进去做一个完整变形的话呢，这个地方呢这一块哦会翘起来呢是正常的，因为它这个地方有一个设计的关系，它基本上是会翘起来的，如果你硬要把它压平的话呢，压平的话各位看到这个地方就松开了，所以就等你到了某个年纪之后你就知道能翘起来也是一件不错的事情啊。哦，我是说头发还能翘起来，就年纪大了头发会掉，那如果还有头发可以翘起来那是一件不得了的事情。然后呢手臂的话呢也有着还算不错的可动性吧，抬起来的关节呢也是在这里，然后呢360度的旋转是 OK， 然后二头肌可以旋转，附提的是呢在变形成人形的时候呢这个手臂呢是要拉出来一点的，二头肌可以旋转，然后手臂的话呢只能够往外跟里做一点点的活动，然后呢没办法做旋转，基本上是卡死的，那二头肌可以旋转哦，这样子能够叉腰的这个勉强还能做得出来啊，能够因为二头肌这个地方呢
腾出来的空间还算有点大，基本上叉腰的动作呢是 OK 可以轻松的做出来的。那背包呢给各位看一下，就是一个很大的一个犀牛的头在后面，头就没有其他可动性了，也不会有其他的作用了。那腿部的话呢，刚刚有跟各位提到非常松垮的这个胯部，太可惜了。然后呢膝盖呢也可以弯，但是有限。不过呢因为整个这一片太大片的关系，基本上跪姿呢是基本上是做不出来的。劈腿可以了，劈腿可以了，但是呢跪姿呢基本上是做不出来的了。那它呢附带的这个武器呢就相对的比较有意思了，它呢是一个造型非常刻画很精细，有非常里头的还有一些小零件的一些刻画里头都有啊。然后呢它的是一个如果你扣好是这个样子，这地方有一个触发的一个，它是一个照说明书上面的说法，它是一个滚筒式的一个机枪嘛，这是一个可以发射连续，就是一个滚筒式的那种格林机枪的这种装置吧。那在动画片里头呢好像也是有出现过的，两边呢造型呢是基本上是一样啊，但是就是它呢是可以两个可以做结合，在变形的时候呢是可以做结合。那既然镜头拉这么近，就跟各位先示范一下好了。它的结合是两个扣在一起，但是呢看上去呢不知道怎么扣，对不对？其实它的扣法就是呢这两个凸的中间这个凹呢就是弓这个凸来做结合的，所以你只需要自己这样轻轻一放，它自己就会扣起来哦，所以就是一个设计，我跟各位说一下。那如果你这样子对，就是拿在手上呢，当然就是这个就是直接在这个洞里头呢就可以直接扣紧了，扣紧之后呢就可以 OK 让它重现出发射一个机枪的模样哦。两手呢都是可以拿的，但是呢如果你不把枪呢放在手上的话呢，很遗憾，我目前看了一下整个人物来讲呢只有一个地方，就是这个地方啊。可是这里头呢是有钉子的，所以呢它本身可能也不是设计用来放这个收纳这个枪支的吧。我目前是没有办法就是找出其他更好的一个方法。那因为它这个本身是可以旋转位置嘛，然后呢这个枪的这个地方呢它本身又有一个关节哦，所以基本上就是各位你想要怎么放呢就随便各位，但是呢就转动的时候呢也不要伤到人物本身，作为一个不要伤到人物本身来作为一个基本的要求吧，就没有别的地方可以收纳了，这一点就是比较可惜的一个地方了。接下来就看各位示范它的变形过程哦。它的变形呢非常的简单哦，基本上只要头变对了，基本上一切都 OK 了。首先呢从这个地方呢把它给胸口的话呢把它给这一片呢把它给挑出来，挑出来之后呢这里呢有一个关节呢是必须，这里呢是有一个小小凸这里的，但是你要把它整个呢往前面推动一个刻度吧哦，然后呢这个把它往前头的话往前面放，后面呢这个犀牛头呢就也跟着把它往前，那犀牛头往前的时候呢留意到这里哦，这里呢是有一个洞的，那这里呢移到前面之后呢会看到这里有一个凸，这个凸呢跟它后脑袋这个地方呢是要做结合的，基本上呢只要往前面自然而然的把它往前面推呢就他们呢就会自动扣到一起了、哦、如果就是扣不到一起的话呢就麻烦各位发挥一下摸黑找洞的那种精神呢，你就可以轻松的把它给找到了哦。OK， 一旦扣紧之后呢这个犀牛的嘴呢把它往前放，然后稍微压一下呢，你如果不放心的话你可以从这个一些角度去看一下是不是有扣紧哦。那基本上只要嘴巴呢合起来合拢的话呢就表示大家已经扣紧了，基本上呢变到这边呢变形基本上已经没有什么困难度可言了、哦、再来呢就是把这个两手的部分呢我们先把它给收进去，收进去的方法呢当然再简单不过了，这个推出来这里呢把它收进去。那附体哦，你在正变的时候呢翻出来的时候呢手指从这边不好抠，你呢这里可以看到这里一个小凸，从这里一抠呢拳头就会出来，这样子呢会比较好拿啊，这是正变的时候呢可以留意一下的。另外一边呢把它给翻开来，这个呢收进去，然后呢再来呢很简单了，利用这里这个关节呢你很自然的把它往前面一推，然后一转过来呢，然后呢犀牛这个
脚呢转到这边，往里面推一下呢，它基本上都会自动到一个定位哦。这里一样，把这个犀牛的手啊转到前面。这个时候呢，你可能的头这个地方呢，刚扣进去那边会稍微松掉，没关系，你只要再往前面推一点，基本上上半身的变形就已经 OK 了。再来呢，就要进行腹部的一个变形哦。腹部我习惯先把腹部变完了，再来变形脚。腹部的变形就很有趣了哦。首先呢，你必须先把这个武器的部分呢，把它做一个结合。它的武器呢，有一个很好的一个收纳，可以收纳到这个肚子里头。拼好之后呢，注意看这个地方这个关节呢，这个关节处呢，把它翻到这边来，这里一样，这里有一个关节哦，把它翻过来，把这个武器呢做成这个样子，这两个握柄处哦，长的这个握柄处呢是朝头的部分呢，朝向犀牛的头的部分呢，把它呢塞到这个缝里头去哦，一定要把这个尖桃头，如果你把它反过来的话呢，如果你把它反过来放的话呢，基本上肚子合的时候呢会有缝，所以呢，根据我几次的实验之后呢，基本上放的时候呢，忘了这个金色这一片呢要把它盖上去。这个样子，这两根这个握柄的部分呢要放在这个位置，就朝可以看得到的位置，因为呢这两片呢灰这个犀牛皮色的这个地方呢会刚好在这个位置，然后轻轻把它往里面一压，往里面一压，基本上呢就扣进去了。扣进去之后呢，基本上呢这样放了，基本上它已经也是已经不会掉下来了、哦、非常好的一个设计啊、哦。再来呢就是把这个肚皮的地方呢把它包起来。肚皮包起来的时候呢，留意一下这个地方呢是有几个双关节的。第一，先把这个地方呢转平，让这个皮这个部分呢成为一个光滑面。再来这里呢是有一个一二一二，是一个双关节，两边呢都要拉平。这一边再包下来，这边也是一样，这个皮的部分呢先把它转平，然后这里双关节先把这边拉平，再拉里面那一层，把它往下面一包。OK， 这样子呢。肚皮的部分呢就完美的把武器呢给收纳在里头了。再来呢就是一个尾巴的部分了，这里呢要留意几个地方。首先第一个部分呢是这个地方呢要旋转180度，再来呢是要把这一片灰色犀牛皮色这一片呢把它往上面提过来，跟这个地方呢做一个，其实它没有卡扣啊，这里也可以留意到呢，这里是有几个凸卡扣的，它是有一个刻度式的一个转轴的，把它往上面提上去，再往上提到它两个地方呢 OK， 把这个黄色这一片呢塞到里头之后呢，就可以进行最后的一个密合的动作了、哦、这个腿的话呢也很简单了、啊、这一片呢把它拔出来，各位可以看到了、哦、这里是一个关节处，就把它拔出来，然后这个腿呢收进去，另外一边呢我们也先把它给拔出来好了、哦、拔出来，然后这个把它推进去，也就是说呢这个犀牛的这个皮的部分呢本来是包小腿的，我们现在包大腿，这样子说呢应该各位会非常非常容易理解哦。把它往上面自然而然往上面推，然后犀牛的这个腿呢把它往里面收纳一点，再来呢最后就是一个非常简单的最后一个密合这些皮的一个地方了，这里有一个卡扣扣进去，然后呢上面这里也有卡扣扣进去，这里一样先扣这里再扣这里，OK， 这里再扣进去，那最后呢就是把这个皮的部分呢把它往下面放，这里呢有一个卡扣扣在这里，然后呢稍微做一点密合，这里也有凸，这里也有凸，那可想呢就是有凹在这里了，上面有时候会松开，就自动的把它给做一点密合。这个尾巴这个部分呢是一个软胶哦，犀牛的腿呢把它往前面移一点，最后就是这些密合的动作了啊、哦。基本上变形来说呢，基本上就是那个头啊，如果变好了之后呢，其他的部分呢你只要知道犀牛长什么样子呢都不会有什么困难了啊、哦。这个呢就是一个犀牛从机器人形态呢变成犀牛的一个变形过程。
的这个不能讲交通工具形态，应该是动物形态呢，就是一个不折不扣的犀牛啊。在 Beast World 里头呢，它好像是没有变成金属异变体的一个样子吧，它一直是保持一个犀牛的模样。在这个犀牛呢，你如果把它放在桌上，它其实是一个非常也是一个非常逼真的一个犀牛的一个公仔或一个玩具吧。那在可动性来讲呢，基本上是有了啊，前面这个手是可以往前面移动一下，后面呢也可以稍微往后面动一下，做出一个类似不管是奔跑还是怎么样的一个样子吧。那也可以一前一后，对不对？那至于一前一后的话，就是你就可以平常观察一下动物们是怎么动的，但是呢就是这些裂缝啊什么的会跑出来，这个就是在所难免了、哦、它是一个把皮把自己包起来的一个变形的一个过程哦。那当然还有一个地方呢可以动，那就是嘴巴，可以看到它的脸在里头。那这个嘴呢，当然是就是这样看会觉得有点囧吧，好像就是很不屑的那种眼神嘛，这样看你不觉得还怎么样，然后突然你如果你就会觉得你会发现它的嘴巴呢张不同的开度呢，你会觉得它的表情呢是不同的那种感觉吧。那当然这个嘴巴是很大，如果你比方说它是可以把一个咬合力也是非常强的，可以把一个小型的变形金刚给吃掉。OK， 那嘴巴的部分可以动啊，就是就它张到最大的话呢，会这个地方呢会有点跑出来，那就意料之中吧。它呢整个犀牛的样子啊，整个皮的纹路啊什么的做的还是挺漂亮的、啊。那包括在机器人形态下呢，它是一个兽跟机器的一个结合的一个美感呢，是的确是给我眼前为之一亮、啊。当然还是有一些露馅的地方啊，比方说呢这个地方我们就不说啊，这个前腿的后面这个地方啊有露出一个机器部位，还有后脚这里。那当然尾巴的部分呢，因为经常动一下什么裂缝会开啊，最大的一个小烂尾啊，这真叫做烂尾的一个地方，就是尾巴的部分做这么短的一截，而且是基本上是完全不动，为什么不翘起来，很奇怪啊。又或者一个可以转动一下的一个设置应该会好很多吧。它这一块呢基本上在人形的时候呢是直接背在身体的后面的，应该是没有什么很大的影响才对啊。那其他的话呢，当然这些洞啊就没有必要去吹毛求疵了。那耳朵的话呢，看上去是有挖出一个洞，然后单独做出耳朵的零件，但其实它并不能够转动啊。你这样子动，这是因为它是软胶件，所以它可以动，但你都转动的话基本上就不行了。然后这个犀牛角的地方呢涂的也是挺漂亮的，说实在话。那眼睛的话是最漂亮的一个涂装了，它其实是一个涂漆，但是涂的呢因为这个乌黑亮丽啊，就几乎有点像是一个透明的一个宝石一样的感觉、哦、眼睛真的是会让我以为是一个镶上去的一个零件，但其实我这样仔细看过之后它应该是一个涂装啊，因为这个地方呢有一点点地方没有涂好，所以有一点可以看出一点破绽，不然眼睛来讲是很传神的哦。好，那今天呢非常高兴的能够在最快的时间呢跟各位来分享这个犀牛的玩具哦。这个是一位台南的一位变形金刚的组友们呢所借给我的、哦、他可能全台湾他可能是第一个先在实体店买到的吧，就然后他破了网之后呢，然后我就跟他说哎，能不能拿到店里头借我，他就刚好就住在我们店附近哦，就很快就真的拿过来了，然后让我有机会跟各位来做一个最快速的分享、哦、那总体来讲就是机器人形态下那个腿的那个设计啊，关节的松垮是这个玩具一个很大很大的硬伤啊。它虽然有很多的优点，涂装很优秀，人形比例很优秀，犀牛的样子也很完美，但是就是这个站都站不稳啊，这一点实在是很要命的一个缺点哦。那你有办法改善的话呢，你再来考虑说你是不是要购入它，或者是说你觉得你完全可以忽略它，你只是能够让它站得好看就行了，那这当然是一款非常值得推荐的玩具了哦。好，那今天的节目就进行到这边，谢谢各位的收看，我们下期再见，拜拜。